科学研究并不总是静态的。一架高空大型气象探测无人机即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动力啊，应指啊，盯下海面的浪花，然后切下各种模式。这架无人飞机即将前往海拔3500米的高空。通过飞机自带的气象雷达和光电感应设备，气象学家将第一时间获取风暴来临前海洋上空的实时影像。可以看那边宽，也可以看到飞行器。2020年，第16号台风浪卡将在海南琼海登陆。了解到这次的台风浪卡呢，预计将会成为今年登陆海南的首个台风，其带来的累计的雨量会比较大，还将会给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带来影响。台风是热带海面气团受热上升过程中形成的极猛烈风暴，直径一般几百千米，最大风速每秒超过100米。在借助无人机进行高空探测的同时，气象学家还通过这种装载着感应器的巨大气球捕捉海洋上空的低空数据。这些在风暴来临前收集的宝贵数据将对未来的台风预测提供更多的支持，而这场猛烈的风暴也将一路呼啸北上，直至化为连绵降雨，滋润中国大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巨大水体，不仅孕育了台风、雷暴等天气系统，也造就了地球上诸多景观。千百年来，我们与它为邻，我们对它了解的越多，就越会惊叹于它的无与伦比。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蛟龙号，拥有当时全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记录。3-3高速总指挥，水面实施系统准备完毕。报告。此时，他将搭载两名科学家潜入深海。4500米深的海底并非一片死寂，高达400摄氏度的热液从地壳薄弱处喷涌而出。一同喷出的还有大量金属硫化物，混合物沉淀在喷口周围，形成一个个高大的柱状物，其中一些高达10米，它们被科学家称作黑烟囱。利用机械臂，科学家正在采集黑烟囱周围的生物样本。这里集结着成群的盲虾，数量高达每平方米2000只左右。除此之外，
在黑烟囱喷口处还生活着一种古老细菌。科学家猜测，它们或许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形态之一。而这个孕育最初生命的摇篮，则诞生于38亿年前。地球形成的时候，曾经表面上都是岩浆，然后呢慢慢冷却，冷却之后呢，原来里面很多氢的元素就待不住了，就放出来了，然后跑到外头来。所以那时候地球上的大气圈呢很浓密，有点像现在的金星上那样，里面很浓的大气，里面有很多水的分子。后来呢再冷下去，分子就气待不住，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降到地面上变成海洋啊。在一场持续数百万年的大雨后，1.5亿兆吨的水被留在了地球表面。酸性的海水与碱性的海底热泉相遇，产生的能量加速了复杂分子的形成。数亿年前，由古细菌进化而来的单细胞生物在海底出现，经过漫长的演变，最终形成了今天地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海洋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水体，今天的地球有约70%的面积被海洋覆盖，其中中国的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大陆的海岸线绵延18000多千米，和曾经孕育了农业文明的广袤大地一样，这片辽阔水域也造就了中国沿海居民独特的生活方式。海港小镇潭门是我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南海中多如繁星的岛礁，通透的海水为潭门渔民讨生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沙都是我爷爷那代是海石，我们小时候都是拿这个去擦鱼。是我看到一个大石斑，五六十斤。为了捕捞藏身于珊瑚礁中的珍贵海物，老一辈潭门人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这边的捕鱼方法90%都是潜水，潜水杀鱼嘛，那时候也没什么工具嘛，都是用鱼鲨才能做得到，才能捞到海参了，那么深。潭门渔民大多从小就练就了一身潜水的好功夫，不背氧气瓶，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水下20-30米的地方。我们都是自由潜，自由潜的话一般都是正常的话可以憋1分多钟吧，1分钟以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能下个几米吧，慢慢的就能下到10米、20米嘛。出海的人都有那种很勇敢的，很冒险的，包括潜水都叫风险很大的。身处陌生的海底世界，他们必须睁大双眼，克服无法呼吸的恐惧，才能够有所收获。为了减少水压对身体的伤害，他们的动作要快，返回陆地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好多龙虾，好的。
同农民要种植谷物，牧民要放牧牲畜一样。从大海中获取食物，是沿海居民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实际上，在5000年前，临海而居的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捞渔获的技巧。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先民所留下的生活痕迹。在这些5000年前的遗存中，考古学家有诸多发现。这种单面刃的石器是一种造船工具。这件灰白色的骨质小圈是先民钓鱼的鱼钩。而这件土黄色的陶罐，并非用来盛放粮食，而是当时用来煮海鲜汤的器皿。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贝壳残骸，这些贝类曾是当地居民的食物。对于先民来说，他们要打开那些贝类是比较困难的，最好的方法现在是用开水将它们煮开，但是怎么可以将开水弄出来呢？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他们是可以利用陶罐来进行那些煮开水、打开海鲜的工作，证明他们的文明程度也是很高。根据我们那个大帽山贝丘遗址的发现，当时原住民主要是以靠海讨生活为主。也当时还没有发现到有种那个水稻了，这个考古也还是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就是靠海吃海，就是还利用潮间潮汐间去捕捞。事实上，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宽广的大陆架。大陆架是陆地的一部分，由于地壳和海平面的变化而被海水淹没，变成近陆浅海区。大多数的水生生物就喜欢待在大陆架这种有热量、有光线、还有丰富有机质的浅海区。宽广的大陆架，再加上多条河流入海带来的丰富饵料，这让中国沿海物产丰富，非常适宜海洋生物生存。海洋里面的生物，什么地方鱼场多呢？说到底，鱼要吃东西啊，那么你必须有很多营养物质。中国海边呢，主要是靠这个，因为你像长江口啊、钱塘江那里，那个，或者是珠江外面啊什么的，河流的里面带来了大量陆地的物质呢，引起了很多小生物，然后呢，鱼就吃它们。中国人早期就很早就利用海洋的资源，特别是鱼类资源和食盐的资源。但是这个没有完全满足综合的生活的需求，在先秦的时候，沿海地区的这些食盐资源和鱼类资源就传到了内地。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呢，海上的是一个充满宝藏的地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资源的天差地别。从大海中获取丰富美味的食物，让沿海居民摆脱了终日劳作的困扰，却也增加了生存的风险。随着他们对海洋了解的越多，他们能够做到的也就越多。每年9月都是沿海渔民最为忙碌的季节。中午12点，2000多艘渔船同时开足马力，向浩瀚的东海驶去。石浦渔港是东南沿海著名的避风良港，也是中国4大渔港之一。经过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当地渔民终于等来了开渔的日子。
冯旭东出海捕鱼已有30个年头，这次开渔恰好赶上台风过境，他希望趁着大风天一展身手。早上的经验，你看到潮流嘛？今天是什么潮流？记得老师啊，对吧？记住这个潮流，你鱼往哪里飘才会知道。比如说，潮流飘往东飘，这个鱼可能往东跑。老一辈的思想就这样了，他自己他不记住潮流。此时正值东海的带鱼汛，栖息在黄海和长江口外的带鱼群会沿着浙江近海自北向南进行越冬洄游。事实上，很多鱼类都会在每年固定时间出现在固定的海域，海水的流动看似无序，实际却会因为风力、地转偏向力等因素影响，按一定方向有规律地从一个海区向另一个海区流动，这就是洋流。在中国东海海域，部分鱼群的分布和出没时间深受一股名叫黑潮的洋流影响，它如同高速列车一般搭载了大量想要搭便车的洄游鱼类，流经之处富含营养物质的深处海水向上涌动，为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营养。中国的科学家在东海和南海都做了很多的连续的观测，就发现啊，这黑潮的每年的强弱，这个流量的强弱啊，对这个东海和南海的生态系统有非常大的调制作用。它一直到水下400米的地方都是保持这样的均匀的流速的，它上层流把底层的营养物质带来了。你上层流强，我觉得大鱼就大鱼吃小鱼，小鱼吃米虾米嘛，那就大鱼就多。冯旭东从10多岁就开始跟着父辈出海捕鱼，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洋流，但是哪些鱼类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在哪些海域，他早已深谙于心。伴随着海面兴起的大风，冯旭东和他的船员们仅今天一天就捕捞起4000公斤带鱼。船员们打算再逗留几日，然后满载而归。此时的渔船已经驶离渔港100海里，想要安全到家对冯旭东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他们可以依靠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指引方向。但是在数百年前，沿海渔民是如何做到安全返航的呢？哎呀，陆兄陆兄，哇，陆都打野，我到得回得回来买。苏成芬是海南潭门镇公认的技术最好的船长。87岁高龄的他不打鱼已经有些年头了。这本名叫《耕录簿》的小册子是苏成芬祖上流传下来的，他宛如航海史上的族谱，载满的是潭门渔民世代手写的行船半径。在潭门镇，
耕录簿一般密不示人，以手抄本的形式传于后人。1982年，苏成芬手抄自己爷爷的耕录簿，保存至今。耕录簿是南海渔民在捕鱼航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南海航海路线、岛礁名称、海流等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在没有现代导航定位设备之前，这本小册子就是中国沿海渔民跨海越洋的指南针。从一个海岛去到另外一个海岛，他会先说它的方位是怎么样。那个方位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罗钢的那些方位来形容的，所以大概就分成24个针的位置，也可以说明曲离。曲离他们就用耕这个单位来形容，一个耕就是60华里，60华里就是20多公里。然后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地方，它有多少耕去到多少耕，大概可以看到什么的景观大概这些都是在这个耕录簿里面描述下来的。这是沿海渔民的生存之道，也是数代中国人的经验总结。正是凭借着这些智慧和勇气，一代代渔民迎风破浪，从大海中获取渔获，满足生计。但中国人的眼光不止于此，海的另一边究竟是什么模样？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我们的祖先开始跨越大海，扬帆远航，探索未知的远方。12月的海口，风大浪高，是风筝冲浪的绝佳地点。国家风筝冲浪队的队员们正在紧张训练备战。风筝冲浪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极限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操纵巨大的充气风筝，脚踩冲浪板在海面滑行，完成各种惊险动作。您的速度、您的方向，完全是由您自己掌控的。也就是在海里面，你可以想去任何地方，就自己一个人，也不需要借助其他人，不需要借助动力，不需要借助机械动力，您可以想去任何地方，所以这种感觉就是无与伦比的。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当气流进了海峡以后，它有一个加速，有一个挤压的作用，然后气流会加速，所以在海口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季风，大概从9月开始，然后到来年的2月。林文亮是中国最早尝试风筝冲浪运动的人。如果那个标不行的话，你就不用绕标，你就大概按自己的那个角度。作为专业的冲浪运动员，他们不仅需要掌握高难度的冲浪技巧，还需要熟知季节、天气与风的关系，学会与风合作。而风在每个季节都会因海陆温差的关系发生有规律的变化，这种按照季节改变风向的风就叫季风。季风是一定是存在的，海陆交界处的，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在这个热带地区，那么地球的陆地上的升温它升得快，那么热的陆地上呢，它的气压就低，这个海洋上的气压就高，就会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楚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季风。冬天呢，海里边降温降得慢嘛，所以呢它相对于陆地来讲，海上的温度就高一点，变成了海上低气压，陆地上是高气压，那这时候呢就是陆地上吹向海上的一个风。冬季风和夏季风正好风向相反。事实上，早在唐代，
季风作为一种有规律可循的风向，就已经成为古代海上航行的助力。那时的中国人冬季随着东北季风前往海外进行贸易，当季风在夏季变为西南季风时，人们又顺着风返航。中国人就这样在一个季风期内往返穿梭于东南沿海、印度、东南亚诸岛以及阿拉伯半岛之间的广阔海域。从中国如果我们要走到阿拉伯跟非洲那些远方，我们不能靠自己用体力来到那么远，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必须依靠这个风力。在现代没有这个蒸汽引擎之前，我们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走到远方。所谓贸易风就做的这个船舶买卖，他知道季风呢是冬季夏季会反过来，所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往哪里去，靠帆船，所以到后来才有轮船。利用季风，古代中国人不再只是盲目的随波逐流，但是在那个还是木质帆船远航的时代，出海贸易往往需要数月。想要顺利完成海上航行，海船的坚固性面临巨大的考验。这是一片辽阔的水体，千百年来中国人跨海越洋，远步惊涛，从渔盐之利到开拓海上航路，从发展海洋贸易到海洋资源开发，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海洋故事。敬请收看《大地之上，与海为邻》。盘锦二界沟镇濒临渤海，七月休渔，附近的渔民会在这个时候找工匠修补自己赖以为生的工具。张兴华是当地一家木船厂的厂主，也是盘锦唯一掌握全套古法造船技艺的工匠。好，去吧。好，这个开始了。这里边的话还出水呢吗？还有区域呢吗？嗯。刚才烤一下子，它也没烤出来。七月份，八月十几号以前，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防护做好了。就这个季节啊，就是。海须生长的季节，繁殖的季节，跟这个鱼虾的繁殖季节是一样的。这里边应该就是籽了，它这个繁殖要甩籽了。它这个卵啊很小，像针尖那么大，它就能钉到船上，倒的就都像马蜂窝一样，把这个船板倒的就没有劲了。海蛆是一种海洋钻孔生物。为了防止木船被海蛆蛀蚀穿孔发生漏水危险，张兴华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应对。他用桐油将麻丝浸透，用凿子一层一层把麻丝碾到木板缝隙的深层，再用火烧腻子将缝隙填平。经过反反复复的敲击，麻丝就与渔船浑然一体。就这么一点就很结实很结实，它有灰有油给它保护住，这个麻丝的力量就能显示出来了。严密封堵缝隙是张兴华修船的必要环节，但是想要让木船能够更好地抵挡风浪，张兴华还要对木船的舱底部分进行处理。这个水泥隔栅板，它还得加了两个梁，这非常结实了，这就。这两个都是水泥隔栅板，而且这一个舱，是一个整个船里边最大的一个舱。张兴华关注的这种叫水密隔舱的船体设计，是船只能够搏击风浪的关键。而这个独特的结构，并不是张兴华的独创。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的中央大厅里，陈列着一艘巨大的中国古代木帆船。
它是按照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标准船型复原而成。据史料记载，宋元时期每年有数千艘这样的中国帆船扬帆远航，往返于海内外进行贸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船舱里面水密隔舱的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块一块的就是隔舱板，通过隔舱板将这个船舱分隔成一个一个的水密隔舱。隔舱板的存在增强了船舶这个纵向的张力，使得我们的船舱更加的坚固。这种用隔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舱室的做法被称作水密隔舱。一旦船舱在航行中破损，船员只要对漏水部分的舱体进行修复与堵漏，就可以继续航行，极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远洋航海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能造出这个航海的船，第二个你得有动力，就是气候风的掌控，第三你的导航技术，就是观天线好，指南针也好，这个条件在唐宋时期其实都具备了。由于中国海船优越的性能，宋元时期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上行驶的大商船几乎都来自中国，航海活动最终变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海洋而发生改变。余山列岛位于象山县石浦港东南约26海里的洋面上，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咽喉要道。暗礁林立的危险航道虽然使很多古代货船折戟于此，却也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科学调查呢，是以北余山岛为中心的一个举行区域，涉及24个平方公里的海域。我们通常会使用声呐、地球物理探测的一些手段，来对这个海床还有地球物理的一些情况，来采集一些数据。通过这处理这些数据呢，我们来推断可能存在水下文化遗存的区域，以此为一个线索，去让这个水下考古队员呢具体去探摸，来对这些线索进行一个定性。我们现在这些疑点的高度都很矮，它的水深又比较浅，大家尽量在驼点附近2到3米的这个探照。疑点就代表可能存在水下文物遗存。连续几组海底作业后，终于有了发现。好，出来了一个了。14米到15米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青花瓷片。发现那个水下的那个比较硬，没扎洞，里面的那个贝壳什么的非常多。所以后来我们出水之后，就通报给那个领队嘛。对于通报上来的每一个疑点，专家们都要进行认真评估，再组织重点排查。在包括余山列岛在内的中国东南重点海域，像这样的水下考古活动，每隔几年都会进行一次。随着沿海各地古代商船以及各种货物的不断打捞出水，一条完整的贸易之路逐渐清晰。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
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首先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一条贸易之路，因为东西方的这个物产不同，因而他们有这种互通有无的需要。当然这个交流的过程呢，它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过程，例如我们将中国的货物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运到东南亚，那阿拉伯商人他把他的这个他们当地的货物，像金银器啊，他们的香料啊等等也运到东南亚，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中转的贸易。这是一场货物的接力。宋代以后，这条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取代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绿洲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主要通道。千百年来，在大陆文明与河海文明的相互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渔民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商人跨海贸易的大商道，和各国使者往来交流的舞台。这一切交织汇聚，最终改变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今天海洋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当然非常之重要，它当然是由海洋把所有这些地方连在一块儿之后再形成世界市场，它使得各大文明区以更低的成本彼此之间以更高的密度更大的规模互动了起来，而这个更高密度更大规模世界市场使得所有国家它的经济活动都被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重要的贸易过程都是通过海洋完成的。由于地理条件特殊，中国历来是远离其他文明的，而且呢，其他文明也没有办法通过强制的手段进入中国。但是海上近代的交通路线打通，这个障碍被彻底破除了。从明朝中期开始，西方的宗教、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这些，都是通过海上向中国传播。在靠近海的地方，东西方海上文明交往日渐繁盛，但遗憾的是，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关上面向海洋的大门。直到20世纪，现代中国重新开启了海上贸易的大门，一切有了新的面貌。上海洋山港码头，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正在靠岸。24小时内，近3000个集装箱必须被全部卸箱入库。为了将货轮上的集装箱准确放置到转运车上，桥吊司机张燕正指挥坐下的庞然大物，分毫不差地从50米高空将吊具上的悬索快速插入集装箱上4个只有6厘米见方的孔洞中。作为世界上桥吊开得最快的人，张燕1小时可以装卸196个集装箱。每天有50000多个集装箱在上海洋山港区装卸。数百名和张燕一样的桥吊司机同时工作，才能保证这些集装箱得到及时处理。我们上海港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集装箱吞吐量从2010年开始跃居世界全球第一。
然后从2010年到去年2019年，我们连续10年，保持了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这样一个位置。今天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以及辐射范围更广的海上航线。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7席，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一。通过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再次和世界融为一体。这是一片辽阔的水体，千百年来，中国人跨海越洋，远布惊涛。从渔盐之利到开拓海上航路，从发展海洋贸易到海洋资源开发，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海洋故事。敬请收看《大地之上，与海为邻》。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海洋的探索也将更加深入。只要拥有足够的勇气，那么海洋永远不会拒绝给予人类惊喜。大约5分钟之后下线，下线之后正常掉头。好的，加油，收到，明白。东海大陆架是世界上油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5艘巨轮的带动下，一座巨型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被拖曳到目标位置。这座由中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钻井平台垂直高度137米，总排水量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浮城。这是一根长达3000米的隔水管。在正式开采海底油气资源前，科研人员需要将它插入海底岩层，形成密闭空间，以防止海水倒灌钻孔带来安全隐患。月池，月池，准备下放。收到。RV 中控，现在这个方向应该差不多了。随着油气采集管道被准确插入3000米深的海底，深海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步骤顺利完成。在此之后，勘探人员就可以安全地从海底钻取石油。钻台，钻台，做好开井前准备工作。钻台已做好开井准备。确认流程无误后，准备环控加压开井。现在知道世界海洋的平均有3700米深，那么最深的就是11000米啊。那么地球表面60%都是2000米的深海，所以在地球上比例是非常高的。人类呢克服了地心引力到了太空去了，另外一方面也顶住了海水的压力到了海底了。深海是地球科学的突破点，因为原来地球就是那个部分不了解。在工业化以前，不是依靠海洋本身，海洋只是一个载体，主要是航运，因为它需要向外开拓。所以到了今天，中国的海洋对中国的意义，第一
是资源，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海洋里面除了遗言以外有那么多东西，所以从这样的海洋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当然它是人类共同的资源，所以我们一直主张海上的大家共同发展啊，建设海洋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用，共同开发。这片蔚蓝神秘的水域与中国人休戚与共，这里上演过无数动人的故事，有雄心勃勃的冒险，也有日复一日的守城，有些则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从最早的耕海牧渔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从海洋贸易的强盛到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数千年来大海孕育和保护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祖先也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与海为邻，向海而生。这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海的历史。